好，我们把小潘雷请到我们的场上。好的。黄眼睛，不好意思了是吗？谢谢。欢迎你，潘雷，帅哥一枚，鉴定完毕啊。你觉得你帅还是旁边这两个哥哥帅呀？我觉得他俩不像哥哥，像叔叔。哥哥跟你讨论一下年龄的问题。讨论吧。讨论吧。你今年10岁，对不对？哦。你看我今年32岁，是不是？反正32岁，你有点看着老。哎呀，你看孩子的眼睛多么雪亮啊！孩子，我觉得你还是客气，他俩是大爷。是吧？对，应该是大人。你一看就是很调皮的小朋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淘了，我都能淘的身上都出的全是汗，衣服都得换。你妈养你可真不容易，养了个猴子。我属猪的，好不好？属猪的。其实他特别听话，就是说话有点太实在，他经常会不给人留情面。你看我今年32岁。反正32岁，你有点看着老。他俩是大爷。对，应该是大人。你妈养你可真不容易，养了个猴子。我属猪的，好不好？